恋与提瓦特之翻车现场，想要在原神里秀恩爱，多少要带点浪漫细胞，就好比家人向往的史莱姆火球。这就是我对你的爱如火。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。哎呀，非你之欢了呀，非你之欢了嘛！该说不说，他是懂赛诺的。他们本来会掏什么？史莱姆。然后结果怎么样？啥都没有是吧？啊，对。嗯，好不好笑？啊，好好笑啊！到皮修，到皮修，到皮修，到皮修。然而，向晚的浪漫不只停留于嘴皮子，跑山崖送流星才是他的最终奥义。往上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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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，往上，我往上了。完了，都落下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啊，对啊，哎。